接住落嚟係負責民歌表演，嚟自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嘅青韻民歌組，有請單位主任盧婉琳姑娘代表接受感謝狀。影張相下。好，唔該曬。我相信咧，要喺社區推動義務工作，確係唔簡單。需要在社區入面不同持份者長期的努力。講到長期的努力呢，我知道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的青韻民歌組，他們不經不覺已經成立了40年了。以下的時間我們就交給青韻民歌組的中堅分子為我們獻唱兩首民歌，交給你們了。 Mandy， 麻煩直播室的同事，今日嚟到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亦都邀請咗咧成立咗40周年嘅青韻民歌隊，我哋俾掌聲先。Hello， 佢哋咧其實咧全部都好年輕啦，其實咧就唔係40年嘅咁樣。咁不如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你哋自己個名先啊？好啊，我叫阿 Tim 啊。我係 Amy， 我係 Ivy 啊。Hi， Hello。大家咧成立咗咁耐啦，其實最特別嘅活動係啲咩咧？介紹一下啦。其實咧，我哋咧直至而家都每個月有個音樂嘅聚會。當然咧，喺疫情期間，我哋喺網上面舉行咧，用 Zoom。咁希望咧，好快我哋疫情過去啦，我哋會翻嚟呢度中心，搞一個表演，可以大家去分享音樂。仲有一年一度嘅民歌馬拉松，係啊，冇錯啊，係好緊要呢樣嘢。今年真係好珍貴啊，其實係我哋啱啱好成立40周年喎。係啦，咁我哋要慶祝一下啦，同埋都好得意，我哋青韻有好特別嘅就係、是、我老婆都喺度識嘅，佢兩位係冇錯。OK， 好，咁呢個機會咧，不如睇下三位嘅精彩表演啦，交俾佢哋啦。好 ，Amy， 我哋唱第一首係咩啊 ？Imagine。OK。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愿你共我手牵手，尽力为理想。I hope someday you wi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Imagine.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呢只歌應該大家都啱聽嘅，一隻經典嘅歌《恰似你的温柔》。係啦，就呢首啦，識唱嘅一齊唱好唔好啊？現場嘅觀眾。嗯。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是你的超級精彩啊！聽出耳油啊！今日好多謝曬青韻嘅民歌隊，咁我哋呢個時間咧就交翻俾直播室，唔該曬。拜拜。好犀利啊！哇，聽到我好陶醉啊！